这个是谁呀？睡在草丛里面，长像一头狮子呢。咱们的来财年龄也大了，现在不怎么爱动了，不像之前很活跃。哎，又把草给压倒了，都身上头上面的毛都有一些白了，眼角旁边的毛发都白了许多。来，再拱一下来财，再给大家拱个表演个绝技呗。哎呀，真乖，真乖，再来一下，再拱一下，来，再拱一下，不拱了，出来吧，出来吧，出来，下来。你看他头上面这里毛都白了，能看到白毛吗？许多，年龄大了。下来了，哎，真乖！哎，不要肥体重，就他的时候瘦的就一把骨头，现在是，哎呀，毛发明光，黄亮黄亮的哈。走，回去。